44. 事业之成，守在于信。 由信入为，为之必果。 夫信者，则无谈于为。 无为之具，万事无收也。 世间上的一切事情的成就，无论是事业上、宗教上的，或是科研上的、学问上的， 凡是有为之体相上的，乃至无为之地道上的，所有一切事情的成功，都首先要具备信心，要信任。如果连信都谈不上，那就不可能去做。就是去做，也是违心的，是强求自我而做的，是假做。有了信心，才会真做。 真正的做，自然就会有果实，有收获。不做或假做，都只会浪费光阴，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收益。所以，名言告诉我们，有无收益，需以信心做基础。